在反府审完道包主谋、聂小红之后，再将尔等一并定罪，退堂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为了青龙珠。 大人已经心力交瘁，如今为了我等，还要受庞太师公然的羞辱，我等对不起大人。启奏皇上，展昭、张龙、赵武等三人均已当堂认罪，包拯不立即处理。 却以要与道宝主谋叶小红一并定罪为由，借此拖延，此举影响皇上威信，破坏朝纲，臣以为恐将引起朝中百官非议。母后中毒，朝廷上下一心，母后中的转危为安，期间斩护卫虽有抗旨之时，但想必事出有因。启奏皇上，中毒与抗旨并非一事，岂可混为一谈？ 天地君亲师，国之武常，圣上乃一国之君，威仪天下。斩护卫公然抗旨，视朝廷纲常如无物，若不立家处置，将何以服众？启奏皇上，正如皇上所言，斩护卫抗旨必然事出有因，不如让包拯查明各中真相，再酌情处理。丞相。 抗旨一罪，终极九族，不论是何缘由，皆系死罪。太师，斩护卫功臻体国，功在朝廷。丞相此言差矣，公然抗旨就是不忠，遑论其他。你们都不要再说了。朕相信包青对斩护卫抗旨一事，自会有所交代。启奏皇上，包拯虽有钦天之誉。 但其一向视斩护卫亲如子侄，难免徇私找各种情由，为斩护卫脱罪。太师，包青不是因私而废公之人。启奏皇上，不要再说了。朕不是已答应你参与陪审了吗？包青如有徇私之情，朕以为首先就过不了太师你这一关。为了维护朝廷纲常，老臣自当善尽监督之责。 这就是了，朕欲赴东宫母后处请安，你们下去吧。遵旨。包黑子知法犯法，且等聂氏一门定罪之时，看他如何开脱。太师，末将以为，包黑子就算果真为展昭三人脱罪，对我等有益无害。此话怎讲？ 包黑子如为展昭三人脱罪，多年的钦天美誉将毁于一旦。待包黑子声誉扫地之后，我等再将此案送大理寺来个三堂会审。如此一来，展昭三人难逃一死，包黑子也钦天不在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<笑>好计，王统领谋略过人，将来前程不可限量。<笑> 不过，王统领，老夫尚有一事不明。太师，请明示。听说当年兵部何侍郎全家遭难，与你有关。太师容禀，当年何侍郎钦点末将为武状元，对末将有恩无仇，末将再是狼心狗肺，亦不可能做出此灭门血案。哼，这是包黑子为开脱展昭而设下的疑惑江东之计。 不过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当年武状元决选之时，岳天仇也列名其中，想那包拯必会寻此线索查询。如果其中真是有什么隐情，王统领，你必须先明告老夫，以免到时措手不及。太师，末将为人一清二白，心向朝廷。 绝不可能做出丧尽天良之事。好，果真如此。
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。统领，太师问您有关何侍郎灭门之事，言下之意似乎心存包庇。血案如山，他包庇得了吗？如果我对他说出实情，那还不将我在皇上面前和盘托出，引得清高美誉？周三，在官场之上，为了自己的前程而与我诈、落井下石，比比皆是。哼，不要轻信人言呢。属下谨遵统领的教诲。统领，我一知道当年之事的岳天仇此刻正在宫中疗养，咱们何不周三，想不到你比我还狠。如果你办成了，我会好好赏你的。这都是统领的教诲，属下不敢违背。母后，母后，您何时来的？在你唉声叹气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母后，夜深露重，您病体初愈，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。所谓母子连心，我病体初愈本当高兴才对，可是见到皇上好像心事重重，又有什么关节过不去似的，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睡得着觉。母后，好像什么事都瞒不过母后您似的。皇上，都写在你脸上了，还瞒得了谁呀？人说死咬着书本不放，叫做腐儒；死咬着条规不放，就叫做道学。母后之意是指，虽有律法条例，但行使之事应该因人而异，因事制宜。我一个女人家就只能说这么多了。朝政大事，妇人女子插手就会成为祸事。皇上英明睿智，该怎么个决定，你自个儿定夺吧。母后是否再能给朕一点指引，或者是明示当然最好了。佛曰不可说。奴婢见过统领。哎，欲往何处？太后要奴婢送点心给岳大侠。好，岳大侠功在朝廷，理当如此。这两天事情特别多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的。你快去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哼，见血封喉的鹤顶红，就算青龙珠近在眼前，也有死无生。有劳姑娘，在下深感过意不去。岳大侠，您就别客气了。来，这是我们御膳房的拿手绝活——燕窝莲子羹，要趁热喝才有味道。多谢。江湖草民，有幸尝到如此珍肴，不枉此生。姑娘，方才来的路上，可曾遇到什么人？哦，刚在途中遇到王统领与周副将。怎么，
是不是林子丁有问题？在姑娘端出御膳房的时候没有问题，但是遇到王统领就有问题。嗯，我还是没这个口福享用。岳大侠，您是说王统领在碗中动了手脚？姑娘，你王干，有事冲着我来就好了。杀这无辜宫女，你于心何忍？是你让他知道的太多，不能怪我。上。让你知道，何侍郎一家是我杀的。本将军不是说过，不要轻信人言吗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来！岳天仇杀了太后卑女逃走了，周副将也殉职了，你们快追人去！是，走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启奏皇上，岳天仇赐死周副将及宫女婵儿，末将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他杀了婵儿。大人，战胡为、张龙、赵虎抗旨，乃是因为不愿伤及无辜百姓。情有可原，罪不至死。大人是否？公孙先生，你熟读律法，公然抗旨，该当何罪？这，回大人话，法有明文，抗旨形同欺君，依法而论，罪诛九族，慢慢抄斩。公孙先生，开封府一贯行事皆是以法为本。什么人？岳天仇。啊，大人请恕天仇擅闯之罪。有请太师。传何谦，传何谦上堂。学生何谦
叩见大人。王统领，这何谦告你是两年前兵部何侍郎灭门血案的主凶，你有何话说？包大人，何侍郎任职兵部之时，曾对本将军有提携之恩，本将军绝不可能做出忘恩负义、丧尽天良之事。何谦，本府要你将当年血案发生之情形详述一遍，同时禀明何以认定王统领就是灭门凶手。是，大人。那一年中秋时节，家父外放知州，小臣与家父母及家姐随行上任，约莫离京80里地。云母屏风树影深，嫦娥渐落小星辰。嫦娥，如恶魔般的笑声，两年来无时无刻的在小生耳际萦绕着。佳姐正当青春年华，早已许了婆家，却被那恶人一刀斩死。求大人为小生伸冤。何谦，你的遭遇令人同情，但本府不能因你所指相似之笑声或者雷同之兵器而入人于罪。包大人呢，小生指天誓，就是他杀了小生全家。包大人呢，本将军谢包大人明察秋毫，为本将军洗雪冤情。何侍郎对本将军有恩于前，何公子目下神志不清，本将军向包大人代何公子求情，望包大人赦免何公子诬告朝廷命官之罪。哼，包大人既然认为何公子之举证无法入人于罪，何不提审展昭？莫非包大人也认为展昭欺君抗旨一罪也是罪证不足？太师请稍安勿躁，何侍郎灭门血案本府尚有一名证人，传岳天仇。传岳天仇上堂。包大人，岳天仇乃盗青龙珠从犯，昨夜又犯下奸杀灭口之无耻勾当，如何当得证人？王统领，律法并未规定有案在身之人不得当证人。包大人，岳天仇带到。天仇见过包大人。你有伤在身，可以起来回话。大人如命，天仇还是跪下的好。
免得有些人又说大人包庇护短。岳天仇，你曾提及握有王统领涉嫌杀害何侍郎一门的证据。回大人的话，这正是当年王干考武状元之时贿赂主审官何大人的证物。草民以为王干不愿前程受制于人，欲夺回政务不成，遂杀之灭口。王统领，公堂之上由不得你如此放肆。包大人，仅凭一项证物并不能证明本将军灭何侍郎一门。如此说来，你可是承认确实曾经贿赂何侍郎？这是又怎么样？没有赃官，哪来送贿之人？朝廷律下不严，怎能怪罪本将军呢？本府不能怪罪于你，但你这武状元的功名乃是送贿得来，本府一律撤了你的官衔。来人呐！是，脱下他的官带。是。王干，你敢不从？这是当年何侍郎为防王干日后要挟，要求王干在送贿之时所立下的字据。如今本府卸去他的官职，太师可有什么意见？老夫没有意见。很好，王干，你可是不愿受制于何侍郎，影响未来前程，故而下此毒手，杀人灭口。方才本将军已经说过，何侍郎一家遇害，与本将军无关。王干，你已撤除功名，公堂之上无你立身之处，跪下！我跪，跪。包大人，目前无法判定王干是否是凶手，而展昭、张龙、赵虎三人抗旨欺君，罪证确凿，是否该将他们提上堂来，明正底细？待展昭、张龙、赵虎及聂氏一门。待。待聂氏一门。包大人，你开封府是否有包庇自己人的传统啊？小生为展护卫张爷赵爷请命。
大人容禀，展昭、张荣、赵虎乃是不愿残杀无辜百姓，方有抗旨一事。如果因此而难逃一死，天守必将此事传出江湖，公诸天下，百姓将群情沸腾。岳天仇，你想造反？国有如此恶法，残害展昭、张荣、赵虎如此忠义之士，造反亦无不可。壮哉岳天仇，小生愿付诸伟义，一展凶运韬略。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包大人，还不快将这两个意图造反的叛逆拿下，就地正法。太师，所谓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，若为官者防民如防贼，动则以造反罪名扣于百姓身上，则天下失之，何足为奇？属下叩见大人。草民聂长根。聂小婷，叩见包大人。聂小红，当日展昭、张荣、赵虎等三人抗旨之时，你可在场？回大人的话，民女在场。包大人，昨日公堂之上，展昭三人既已俯首认罪，就当立即处置，何须再审？太师，本府审案自有程序，太师若是质疑，尽可不听。聂小红，本府要你说出展昭等三人当日抗旨之实情，不得隐瞒。回大人话，当日王统领以亲赐玉佩命斩护卫杀人，杀害民女爹娘小妹，命民女交出青龙珠。斩护卫三人不愿杀害民女一家人，因此造成抗旨之实。方干，聂小红所说可是实情？大人容禀，斩护卫三人不愿医治害民府家人，乃是不愿陷皇上于不义，此乃大忠。望包大人上体天心，宽恕斩护卫三人罪行。禀大人，我聂氏一门愿为斩护卫等三人抵命，求包大人成全。无知刁民，你女儿如进宫盗宝，罪诛九族，你一家子死罪难逃，尚有何罪可抵？包大人，老夫已忍耐多时，你若不再依法行事，借故拖延，休怪老夫要将本案移交大理寺裁决，还将告你徇私包庇、知法犯法、欺君罔上之罪。启禀大人，属下等三人确有抗旨之实，罪该万死，请大人明正典刑。请大人明正典刑，请大人明正典刑。
岳兄，不可造次。 包大人，禽兽草命无状，所谓法理，乃是立法依理而定，否则何以服人？草民敢问包大人：律有明文，杀人者死，是否奉旨杀人即可无罪？而心存仁义，不愿滥杀无辜者，却活该当斩。 岳天仇，律亦有明文，违抗圣旨，当诛九族。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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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仁义道德，简直是笨得有罪，笨得该死。这好有一比。书呆子，嗯，怎么说？杀人者昌，仁义者亡。对，杀人者昌，仁义者亡。我要说的就是这句话。书呆子，嗯，有你的。嗯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仁兄，不可放肆。聂兄好意，展某心领。展兄，你心求死，犹如夏日蝉鸣。不知，不知。展昭，请大人醒醒。含冤，事出必然有因。本府若不详查，岂不草菅人命？白河县令马不群见过包大人。马大人，百姓喧哗，所谓何事？回大人的话，是当日县内为展大人、张爷、赵爷所救的中毒者以及其家属，他们听说三位大人被朝廷以抗旨罪即将论斩，逼得下官带领他们上开封府求情，冒犯之处，请包大人恕罪。马大人，展护卫又是如何救助他们？大人容禀，当时王统领请出亲赐玉佩，命下官集合县内所有中毒者追查青龙族下落，答不出者就地处死。当王统领落刀之时，展大人、张爷、赵爷及时赶到加以阻止，无辜百姓才得以活命，下官因此才逃出升天。同时，县内回春堂王掌柜又死于王统领房间，下官认为王统领涉嫌重大，请包大人明察秋毫。包大人，像展大人这等忠义之士也要问斩的话，下官愿代其一死。
请包大人成全。前带刀四品护卫展昭及张龙赵虎于追寻青龙柱期间抗旨一事，经查明为不愿残害无辜百姓，免于造成民怨，陷阵于不义，朝廷出此大忠之事，国家兴盛，朕用人不察，以难辞其咎，特颁旨赦免展昭、张龙、赵虎三人抗旨之罪。您聂小红入宫道助，旨在救父，事后还助，使太后转危为安。聂小红之大孝，聂氏一门甘愿同死之节操，感天动地，朕一并免除聂氏一门罪行，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王爷，免礼。太师，本府奉旨赦免展护卫等三人，以及聂小红盗宝之罪，太师可有意见？请包大人升堂问案。是。来人呐！在会。升堂。是。包大人，本王要告王干杀人灭口之罪。包大人，人证宫女婵儿在堂外候传，请包大人传人证上堂。传婵儿，传人证婵儿上堂。包大人，王干为了湮灭残杀何侍郎一家的罪行，杀了周副将灭口，又为了毒害岳天仇事办，欲杀婵儿灭口。婵儿幸得不死，先其罪行，真可谓是天理昭彰。包大人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。婵儿，是才王爷所说可是实情？那杀人凶手王干你可认得？回大人话，婵儿认得，就是他。王干，你可认罪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认罪，小人一时糊涂，小人一时糊涂，望大人开恩。
王干，本府再来问你，那何侍郎灭门血案，可是你干的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知罪，小人该死。小生就知道是你这恶贼，小生给你滚！包拯，你现在不放我离去，我就要杀了这个皇金国戚。王干，你杀之皇金国戚，你又多了一项死罪。反正都是死，我并不在乎是一刀扎了我，还是将我碎尸万段。总之，这位皇亲国戚会跟我一块去见阎王，我王干并不吃亏。王干，你有何条件？有，准备快马一匹，不得派人跟踪。等这个皇亲国戚护送我出城之后，我自会放了他。来人呐！在，备马。是，慢着。包拯，老夫不理你这个情。孩子，事到如今你还心怀旧怨，实属不智。况且，旁及世人不理，罪有应得。我宁愿一死，也不要让那个包孩子搭救我。只怪老夫有眼无珠，有本事，王干一刀杀了我。太师若要死，待王干安全出城之后，是要上吊服毒。我没有意见，现在你可是我的护身符，死不得已。休想！我宁愿死在你恶贼的手中，也不会让你入院的。包拯，你果然识相。走，今天休想逃离此地。你有本事杀我，你王干！你不是人，你杀了我！太师受惊了，包拯，老夫记下了。下听判，王干，你为了贪图功名利禄，不惜贿赂朝廷命官，并且犯下灭门邪案，如今为了掩饰罪行又一再杀人，罪无可赦，本府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来人，告诉太子后。是。